来玩这款游戏，台服即将推出的《幻境与人》。手持火焰之剑，自立黑暗。选妹子吧，去寻找风之起源吧。哦，跳过吧，好像很秀的样子哎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玩过？我是认得那个米迦勒啦。奇怪，他们是不是要开打了？好啦，看一下实战的音效那些看看吧，搞不好很亮眼哦。开秀了吗？咆哮！刚刚那个妹子喊出“感受海的愤怒吧”，我非常有印象哦。那个妹子喊出来那个技能，我是相当有印象的。那之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是不是官服还是怎样的？啊，这边有见面礼啊，领下来了。背包，使用钻石启程呢，来吧，前往救援。一开始在选角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妹子，这个妹子铁拳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即视感有点重了。还干的啊！可以开二倍速了。对，以前归以前啦，搞不好现在有优化过，是不是？那看一下战斗能不能跳过。免费转蛋。紫色品质的。Jenny。第二格上阵，然后呢继续启程啊，进行战斗。二倍速啊，啊可以到三倍速诶。哦，战斗节奏很可以诶，这就是我要的战斗节奏啊。拿到装备了，穿装备吗？回到主城。咻，新角色，适配啦。可爱的妹子要进来嘞，待会要开始进行战斗嘞，感受妹子的愤怒呗。咱们一起干，啊！先进行培养，准备到关卡了吗？异闻录，好，继续启程。点击这里。
各位刚刚有没有看到它段落是可以跳过的，诶也有可能大部分都能跳啊、哦、这是挂机收益啊，升到等级六了。接下来全民点除，然后还有什么啊 GM 大厅，每日签到，无限资源是什么鬼啊，无限 SSR 累除 1.99 激活，真的假的啊，手除欸，手镯是不是还没有出来？一之石解锁至尊 VIP 哦。不知道实际开服的奖励好不好、欸？开抽了，我拿到了、欸，尤里乌斯。它虽然很滑顺啦、啊、画面也不错，但是感觉起来稍微有点慢哦。它有没有什么首页开启加速的？幸好它战斗的速度还算是快的、哦，不然就哭了。哎，这边不能跳，这是精英关卡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要等一回合后才能跳？合集技。开轰！第二回合了，还不能跳哎、欸。好，可以跳了。啊，这游戏有三星通关机制啊，刷赛啊，有三星通关机制哎、欸。这种就很麻烦了，三星通关机制。神灵到一阶进行培养，来吧，升阶，升阶成功。喂，哎，看一下这个妹子，这脸他们瘦嘎，加西郎哦，这瘦嘎兵呢？怎样？到韩国去整的吗？哎，你这个例会看起来比较可爱，妖羞哦，妖羞哦。我的仙尿嘞！我的血尿了！哎，正经点，我们现在在玩游戏，是不是？不能再消费那个脸了，好不好？一箭穿带，他这个地方培养、升级、升阶、升星，这边是什么？强化格子是不是？一箭穿带。来进行升级一下，我有其他角色可以上阵吧？我可以把这个换掉吗？啊，换不掉啦，只换它而已啊。好啦，我把刚刚抽到的换起来。尤里乌斯哦，对啊，开打。其实游戏是会烧手机的哦，也对啦，它画面其实做的不差哦，会烧手机很正常哦。这个开干了，我们开，哎，有到四倍数哎，不要，我们用一倍数看一下啊，用二倍数好了。哦，这位刺客他有载动技能哎，一个一个杀哎，好秀哦，这只好强哦，待会可以丝滑了哦，现在不是很流行丝滑，嘿嘿，来，我们丝滑一下四倍数，刷刷刷。好爽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很秀啊？哇，割起来了耶！看一下对面，全部都是对面，不是敌人哦，对面是玩家哦。哦，我们再丝滑一下，再来丝滑一下啊！对面是玩家是不是？你是玩家是不是？来啊，割起来！玩家割啊，割啊，割啊！客长土豪我全割啊 ！Nice。玩家全部被我收割的、啊、好棒的韭菜，太听话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手机也发热了，好啦，不然游戏就玩到这里吧。
大家拜拜。